防癌症该吃什么呢？世界知名抗癌药物权威前田浩，过去曾获诺贝尔化学奖提名。他始终相信预防胜于治疗。多年来研究指出，消除活性氧就是在防癌，而防癌上选就是蔬菜中的植化素。植化素能解毒，消除活性氧，抑制癌细胞。一项针对肝炎带原者的研究也发现，一周摄取蔬菜超过六次，肝癌发生率少 4.7 倍。前田浩推荐一道强效抗癌蔬菜汤，摄取植化素的同时，也能补充溶进汤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。一、将洋葱、胡萝卜、高丽菜、南瓜洗干净。二、再切成小块。放入锅中开火，盖上锅盖。三、快要沸腾时转弱火煮30分钟，让蔬菜变软。四、加入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即可食用。健康好处通通喝下肚，赶快来做一道吧。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，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。